你爱吃饭吗 ？Me too。你不太会做饭吗 ？Me too。你懒得出门吗 ？Me too。交个朋友吧。Today I'm gonna teach you guys the easiest dessert ever, and you only need two ingredients。噔噔噔噔。啊，老婆，小时候的味道。我说正格的，我从来没喝过这个东西。还有这个。对呀，铁蛋爱吃蛋。第一步，先把两个鸡蛋打进去，搅拌一下。第二步。有的人倒完这个之后还加糖，我觉得这个够甜吧，不用再加糖。有的人打完了之后也会过一次两次这个网，但是我也觉得没有必要。看看吧，第一次做，烤箱200度，20分钟左右。这几天都不太敢出门，尽量少出门。然后我发现了，这个时候就特别适合在家里自学做饭，所以我就在网上各种地方看食谱啊，然后就做。没想到哈 ，two ingredients can make this thing. It looks awesome online, so I'm excited to try.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大家都能做，给孩子吃啊，给咱老婆吃啊，给咱对象吃啊都行。如果没有烤箱的话，好像是微波炉也能打，你可以上网查一下。但是肯定是没有烤箱烤的香啊。现在19分钟 ，starting to bubble up.Looking good， 但我估计20分钟是做不完的。在网上看了，有的人做的是20分钟，有的人做的是25分钟，有的人做的是200度，有的人做的是220度。20分钟到了，感觉还没好。我喜欢烤的焦一点，所以再等一等吧，凭感觉吧。25分钟到了 ，looks pretty good。Yeah。Now for the magic moment。Oh, that's nice。不太甜，其实可以加糖。这个我估计孩子能来吃，老婆也能来吃。丈母娘呢？看看吧。咱们下楼给丈母娘尝尝哈。妈妈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奶油味儿。我这个女婿还可以吧？喝了吗？谢谢支持，拜拜。